稍微煮咗飯先，食曬啦。我未食喎，嚇！去你屋企食啊，得唔得啊？一齊。我现在就来了富山村，这个叫做洛江源，这个就是洛江源的导师，就教 KY 就教这里的居民老友记，就好像在这里，现在个个在这里开始插苗。咁而我今日咧就好希望咧就即係都係做一樣嘢啦，係與社區共融。即係我最近今年啊好多嘅演唱會都係與社區共融噶啦，用任何嘅方法，又係用慈善嘅方法，用好低票價嘅方法咧去開演唱會。但係嗰個咧就喺新醫館啫。咁但係嚟到呢度咧，我就係免費咧會走好多嘅地方咧，係同一啲屋邨裏面嘅居民。尤其是咧，佢平時咧未必可以方便咧，即係周圍走去睇演唱會嗰啲啦，咁我可以咧就帶埋個吉他，帶埋個吉他，然後咧即席咧喺呢度咧喺個田園嗰度咧就排曬凳仔，一齊坐凳仔聽歌，咁啊所以咧就我覺得好有意義咯。咁啊最重要咧就係融入個社區裏邊，就唔係話淨係我有錢買演唱會飛咧先至有得聽。所以用音樂加埋落去呢一個和富嘅慈善基金，我覺得可以繼續做好多嘢嘅。總之啲老友記居民開心舒暢咁就得啦。